大家很喜欢办舞蹈比赛，可是其实是希望舞者们就放宽心胸的享受舞蹈的过程。可是好像他们会在意谁得冠军呢？而且非常在意，他们就放在心上，说上一届的冠军是谁，我下一次一定要有机会打败他。是，所以今天他们还是拿出了全副本事来，要跟他们的竞争对手拼一下。不过大家在看舞蹈之前呢，我们先要郑重提醒一下，因为有人在模仿韩国明星哎。哇，怎么会有人敢模仿他？因为他是。 真正重量级的，就很多粉丝拥护的明星，这个人为什么要模仿他？是自寻死路吗？你怎么敢模仿金贤重啊？哎呀，谁哦？沙拉黑哦？你是很怕不被骂？不是啦，我是，其实我觉得我今天应该要坐在那个位置。你是？我是张胜峰老师。胜峰老师哪一点像张胜峰啊？这一点。 就这一点，没有别的，对不对？对，还有一些舞蹈的 style，像什么？像是他的 voguing， 要够健。他的 voguing 眼睛张开了，你回来了，看是不是？就是有他那种要稍微有点贱，我饶过你了，因为很像。胜峰老师就意下要拉很开啊，要稍微先要推辞一下，要有一点娇羞，可是然后就忍不住就跳，不要就跳了。不过你做的位置是等下冠军要做的哦，对，我先帮他暖一下位。OK，好。所以今天我们邀请的这些女生呢，她们就是为了这次比赛，还是一样，跳了一些他们平常不会跳的舞风，然后。 化妆程度会严重到影响他们的这个本来的面目的样子。哇，真的是很精彩，今天的装扮。好，我们今天的评审呢，有一位专业的老师是兰波老师。我觉得今天很好看啊，今天因为有很多突发状况。兰波去动什么手脚？我不知道你怎么变。他皮肤变紧实。他皮肤变超紧实。哦，真的吗？大概是站一起，我要看一下你们两个站一起的样子。因为我刚刚听大概是说你们两个从小混在一起的。 我们两个从小就混在一起啊。你们为什么混在一起？因为我刚刚听大概是说你们两个从小混在一起啊。因为我刚刚听大概是说你们两个从小混在一起啊。因为我刚刚听大概是说你们两个从小混在一起啊。你们为什么混在一起啊？因为以前是嘻哈，以前就是以前就可以用一两，因为以前不用会的多，以前都是排舞，对，就排舞，只要跟点单，真的走啊。有人开始走了，只要真的走，对，哎，那你们只要跳这个动作就可以，只要跳这个动作，你就是混街舞的。对，那蓝波那时候有想要拔你吗？他好像从小就身边就已经有人陪，不需要拔我。真的，因为我妈妈都很关心我的身体健康，都会陪我去练舞。我觉得你去
果电力超过了5G，分数还是会很高的。然后这十男生号称也会跳舞，所以等一下说不定可以观察一下他们的舞技。欢迎你们！我们要欢迎第一位出场。好，我们欢迎第一位。哇塞！大家好，康哥好，安生好，来这边请，来这边请。好难懂哦。我也很难懂。顽皮豹。不是，我这么久没有来上，康熙一定要这样整我，就对了。摩登原始人吧。摩登原始人啦，对啦。Yabba Yabba Do。对。Yabba Yabba Do。对啦，今天要跳非洲舞。你不是瘦很多吗？你应该用美丽的方法来康熙才对啊。对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选的舞哎，这个。是。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哎。所以请问距离你上一次来康熙，你已经瘦多少了？上应该又再瘦十几了吧？再瘦十几，我现在总共瘦25，多久之内？一年多。所以光从打扮看的话，他今天的舞蹈是有点蒙古族的感觉。什么蒙古才不是这样？要改一
个毛好不好？蒙古。我觉得感觉，我觉得其实他应该有，应该是比较非洲舞的感觉。昭君出赛以后再回来的。对。可是非洲舞不是要有须须比较可以帮助那个？对，有一个羽毛啊。对，但是因为今天有比较甩头，我怕人飞掉会打到你们，所以危险关系，对安全考虑。所以今天的运动量会远超过你平常愿意接受的程度。有，基本上一分半对我来讲很像30分钟。辛苦你了，好，很累，很期待，谢谢你，小易，谢谢。妖怪，麻烦师木老师，麻烦下一位。好，我们欢迎下一位。哇哦，这个是舞蹈的服装吗？这根本没有要靠跳舞赢吧？没有，就跳舞。其实后面还有歌。你就是来勾引男生的？对呀，不是啦，真的，因为今天是跳雷鬼。我跟你讲，像刘小艺就是一出来就露手绑，跟这种已经套好准备要脱的，就是效果是不一样。外套等下脱。对啊，他这样就赢一半了吧？会脱。他一定会，只要有外套就是一定是。而且他还把你还里面还剪破，撕成这样，剪那个肚脐。我们现在给他冠军。对啊，他都冠了，他想跟我们也很努力练。我觉得错了，不是因为这次跳的，就是舞蹈风格跟以往比较不一样。是，对，因为以前都是跳爵士啊，或是国标，然后这一次是跳雷鬼。哇，就是下盘真的很辛苦。雷鬼的下盘最重要的重点就是你膝盖一定要弯啊，然后哦，对啊，就是要很哦，哎，你们家都打分数了，不要吧？他们刚刚一摇两下已经在写分数了，大家就直接颁奖给他。不要这样子，我们就结束。我们非洲舞也有下盘，好不好？也非洲舞可以先擦掉，擦掉分数，擦掉。不要激动，不要给我点机会，给我点机会。其实你说切了位的人看到这种作何感想？就是他都切了位，还是要面对这种挑衅？对啊。OK 啊，再过3个月我也差不多要这样了。有信心是不是？有哦 ，OK。可是你今天有要赢吗？我今天因为我看到后面真的蛮强的，就我今天只要稳稳的把舞跳好就好了。所以如果没有得冠军，不会哭吧？我不会哭，我不会哭。因为后面有些人是不得会哭的那一种，哎。哦。得了才会哭吧？可是如果他们不得会哭，就很想跟他们争，哎，怎么办？那就争啊！你都已经练成这样子了，干嘛不争一下？而且我们平常看你们笑嘻嘻的，我们不知道你们有的人回去大哭，哎。然后恨比赛，恨舞蹈的都有。恨比赛会，因为我真的没有时间，就是最近通告也比较忙，然后我就排了两个通，就是通告一整天完之后又去练舞，练完之后我要去收店面，然后隔天早上要去店面，然后又去上通告又练舞，我真的每天没时间，我都快疯了。我有一天跟老师约早上，我整个爬不起来，我跟我助理讲说，我真的没办法，我爬不起来，我要睡，你再不给我睡，我要崩溃。后来呢，就抱着情绪上场。就是我，就是跟老师都，就是我一直骂老师啊。我去上课，你骂老师，就因为他男生，他就一直在那边。然后我说，那他要教你有什么办法？我说你可以闷一点。他说不行，你是女生，我要学你的那个姿势。然后我跟陈小云嘛，我就很生气，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很脾气很上来，我跟南部老师跳舞，南部你要教他怎么办？南部老师跳舞超基本上他刚才讲的这几句话，应该他的头像都会在各个舞蹈教室写禁止经验。没有，我觉得你们教的时候会有心理障碍，说我不能那么娘吗？我觉得教没有问题，但是播出就是一个问题。对，有录影的话可能就没办法那么娘啊。对，没录影的话就会尽量引导，尽量让对，因为一定要让他入戏嘛。因为尤其是学生来讲，你要讲说哇你好棒哦，你再摇一下，哇塞冠军了，就这样子引导他这样子。蓝波老师是什么舞都跳得出来，就是那种可爱型的，他很厉害，都 OK。是啊，跳得出来，但是不代表观众看得会舒服。就你只敢在舞蹈教室。对，因为我教给人家，因为有时候以前如果说教一些玉女歌手的时候，你教一教教说，哎，人家说哇这个好可爱，然后请舞蹈老师一示范完之后，整个幻灭。很难想象一个长胡子的人在里面装可爱这样子。所以那种可爱跟惹火的舞蹈，你在棚内是不会展现的。被逼的话就可能。我觉得录像 ，OK， 专业，这段收视率不算我的哦。翘屁股的那种可爱，翘屁股的那种可爱的。他有可怜的表情哎。对呀。是不是 gay？ 真的很明，是不是 gay？ 所以直接要叫我出来被骂就对了。对，就这样子。因为要让观众看见他刚才发火的那个点是什么。对，但我真的很觉得，所以老师在这样时候你这边发火，因为你欠睡觉就是。对，然后我就很对不起他，就我老师真的对不起了。但是
他很镇定的，因为我后来就是跳到就是后面一直搞笑，然后他完全不为所动，就是我讲什么他就是可以很镇静的讲。你想要混过去是吗？对，他完全不理我。好啊，加油吧，谢谢。妖怪，妖怪，下一位，来，请开门。哇，哇塞，又赢啦！怎么办？又赢了，又赢了。浩哥好 ，S 姐好，你好。哇，这个衣服的重点是。是真的跟舞蹈有关，还是只是想要穿这样？真的跟舞蹈有关，而且都是就是天后级都会穿这样。谁？蔡依林。不会是真的那一件吧？不一样，但是就是想要跟她一样 shining。你这样跳的舞是哪一类？美人计 voguing。哦，直接是蔡依林的，就是踩到你的线。够贱那个感觉。我刚刚以为是真的，张胜峰老师要来，我超紧张的。独角的那个是什么啊？那个好像是跳到别枝去。如果我现在就请男生们是以外形来那个选的话，先回家了哦。先不要，先不要。你要不要参与比赛？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你要不要猜一下他们给魏曼跟给李延景的票谁会比较多？哎呦，我觉得魏曼，我猜啊，一定是给魏曼啊，因为李延景还会骂老师，男生都会怕啊。你过来，来，延景来。哎，在他旁边，哇，压力很大，因为腿的威力很大，对，他腿的威力很大。哎，如果我叫刘小一猜会很过分，因为他应该参赛才对啊。对啊，站在一起来，胃都切了。各位弟弟，这个姐姐人很好，不会骂人。什么？这种介绍词也太敷衍了吧？好，十位男生就是三位小姐里面呢，我们找一位出去吃饭的话，哈。你会买单，我会买单，我会买单，带姐姐出去。我先看一下好了，这用举手就好了哈。刘小毅跟李延景当中，会找刘小毅去吃饭的举手好吗？谢谢谢谢。剩下九个男生哦，你们只可以投一个人哈，所以李延景跟魏曼会找魏曼出去的举手。哎呦，会找李延景的举手。我好开心。怎么办？他已经在不高兴了。对呀，好开心哦！还在比赛。如果今天你就是说你穿同样一套衣服，你有信心你会赢过他？我觉得跟服装没有关系耶，我觉得是赢吗？是就是，你说你本身散发一种距离。我不要跳了。你有没有很意外？你猜错？有。是哈，都跟腿威力很大。我也很意外耶，我觉得外面这些裙子太长了，落短跳什么多，然后越跳越短，要穿靴子了啦。对，激发斗志，然后可以跳得更厉害哈。谢谢三位，请坐。哎，麻烦你，请下一位。好的，我们看一下下一位是谁。哇塞，哇，输了啦，这好圈套啊！而且他连走路都好专业。哇，他连背后整个哇，看一下背后。我的妈呀！哇塞，漂亮哎，好仔细哦。怎么办？而且好像他你里面有稍微弯一下腿走路的时候，是不是？你走出来，踮脚看得出来啊，就是走。哇，要踮脚啊，好专业哦。谢谢谢谢。他就是我讲的，他上次输了以后回去大哭的人哎。小贤就是跳舞比赛一定要赢的人呐。也没有啦，我经过那一次之后，我就把输赢放一边了。因为那次给你打击太大，是不是？因为我觉得来这里根本不是比赛啊。你觉得上次比赛不公平的点在哪里？因为我上次很认真的跳了，结果输给谁啊？我输给小甜甜。还是有在想哭的感觉。而且因为那一次比，那一次是因为我的练的那个国标的舞码是跟小 S 的老师，他带着我一起比赛，人家是世界冠军。你连累了老师。对，我很对不起他。然后那一次因为其实我的筋一直都不开，我没有办法全部劈下去。可是那一次老师放手，我的整个劈腿。就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我碰到地上了，然后回家之后我就发现，就是内侧的那一条筋是拉伤的，然后那半年我都不能喝酒，一喝到酒就痛。
因为筋在瞬间你会感觉啪一下，然后就开了，就是一拉伤了、啊。对，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输了。输是因为不能喝酒、啊。对，我本来就不是不要喝啤酒就好了吗？那应该一点吧，威士忌还可以吧？应该 OK 吧？可以喝无辜酒是不是？然后后来就是有一点挫折，觉得对舞蹈这件事情不可以太自满。你一定有偷骂康熙来了。就说什么烂节目，怎么可以让你输给小甜甜这一类？有，后来你们有舞蹈比赛，我都不想看。绝不公平！但小甜甜，后来我就觉得，就是做任何事都要归零，然后谦虚，不要太自满，因为这件事给你这么大的启发。小甜甜，因为你看他今天拿菜的阵仗，他是拿专业舞蹈出来拼，还敢说我已经把他看淡，就打扮成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他今天心里可能很担心刘小艺会赢，有可能今天抱着来减肥的心态而已。所以你每来一次，然后输掉的话，我们就会半年见不到你，对不对？应该是我就不会看你的节目。你现在来，我们收视会变低耶。他就要回家归零半年，然后就要重新学习。这样压力好大哦。对啊，哎，金金拜托，人家连帐篷都带来了，好不好？不是帐篷啦，没有，整个穿着很澎湃了啊。对了，整个很完整。而且我发现小贤是一个很认真的人，你知道他刚才在化妆室的时候，他就一直在培养那个气氛，而且包含他的舞者，包含老师，他都会去调每一个人的小细节，所以我就觉得他真的很重视这个比赛。其实本来今天没有舞者，是我一个人要跳。然后因为我在瑜伽教室学这个印度舞学了半年，我特别拜托我的学员妈妈帮我一起伴舞。为什么呢？就有气势会感觉比较好。就是因为只有他说我不会紧张，我可以。我上电视不会紧张，对，然后我就很谢谢他，因为大部分来学都是妈妈、阿姨跟上班族啊、会计啊什么的、护士之类的，所以他们大家都很愿意帮我。我知道你的斗志很强，可是呢，康熙就不是认真的，纯粹看舞技的，所以我看淡了，我没有把握结果怎么样。我的目的就是希望开心跳舞，然后当表演，希望想要学印度舞的人可以一起来。被启发，对，好，辛苦你了，谢谢，谢谢，谢谢，好讲究。但如果给他刀，他可能会杀人。来，妖怪，我们请下一位。好，我们现在把门打开。看看背面好不好？哇哇，好白皙哦！我有点想让他跟李延景拼，可是这样实在会对小贤很不敬，怎么办？我又不是神，那个额外的啦，跟那个舞蹈比赛无关，我们另外比一下。李延景，来来来，逼我把衣服撕开吗？先不要下杀手锏，先不要。比什么？就是。那个看外形对男生来讲哪一个输了？我先走了，我可以一直保持在第一名的荣耀吗？因为男生好像对背部没有那么着迷。背部有哎，你就背对大家，然后挑选好。拜托。所以这两位如果好，就找出去吃饭太不合理了，所以这个应该是会把他当舞伴的话，哦，当舞伴。所以如果你们要去参加舞会，然后邀一位当舞伴的话，哈。会选李延景的举手。只有观点没有举手啊，没有回权没有举手。谢谢。我要过去抱了吗？你一直有压倒性的票数哎，好可怕哦！我今天落得第一，我就把衣服撕开。我跟你讲，小贤没有在笑哦，小贤臭脸。都说要把衣服撕开，我们要说什么？我不能撕，对神不敬。是，对，我撕开也不好。哎，露背这件事情对你来讲很可怕吗？露背还好。所以对，露背是可以接受的。所以这衣服没有让你不舒服、不自在？不会。OK。你今天要跳的舞是 salsa。很难哇。对，就是音乐非常快。可是因为他舞蹈底子很好，所以不是 salsa 很难。可是因为salsa 里面国标里面真的有很多，如果是跳 street 什么的话，它有些该动的地方不能动，不该动的地方它要一直动，它是完全是另外一个逻辑的舞蹈。请你示范一下好不好？就是说，我不是专业。
业的啦，国标的，因为我觉得国标很多很加讲究身形，他如果说上身不能动，他下盘不能只能靠下半身动啊。可是跳 street 的，我们如果说我们这样动的时候，他会要求你就上身要提气，可是下半身只能下半身动，只用就用脚尖。可是嘻哈的怎么可能？嘻哈的一定是习惯这样子啊，嘻哈是全身，所以你要把它固定起来，然后表情还要这样子，人中还要放松。那个是人中绷紧啦，用力吧。所以我觉得是每个部位你都要能够控制，而且最恐怖的是，他只要转圈转不好，就看出破绽了。对，太容易。那个垂直身体要垂直，因为有前辈在脚尖要，我不要真的很辛苦，基本步一定要踩得很。所以你是学潇洒的。没有，我有学过国标，但是潇洒是社交舞的一种。国标在正式拉丁舞项里面是没有潇洒，但是它原理就是一样，你的脚尖还是就是要从脚掌到脚尖拉，然后要外八，要撑。哎，有哎，你拖一个步子就很好看，对，论八步，很细节的东西。嗯，怎么办？他在发威。没有啊，而且他想发威。对不起，我只是没有没有，你跳得很棒。参与讨论。好，所以等一下要加油了。好，欢迎你。谢谢。他赤脚还能够跳出刚刚那个味道，真的很厉害。嗯，真的是有功夫的，很厉害。所以花很多心思还输给小甜甜，你知道他有多真的气，真的气疯了。那天录完影跑去金宝山哭，金宝山，金宝山哇，就这样看着那个山，然后看着底下的海，然后就在思考，就是好像练了很久，可是没有得到一种成就感。是不是不但没有得到冠军，而且也没有被大家讨论很多？对，而且因为我比较对不起老师，因为老师是世界冠军，然后真正要带同学跳是比较难的，很难请得到这么好的老师。所以当天节目结束，你有跟老师讲这些话吗？我到现在也不太敢找他，就是会觉得对他很抱歉，所以我后面就很默默的一直学，然后去比赛，想要变选手这样子。天哪，是为了那一次哦。你后来有在遇到小甜甜吗？有啊，上节目都有。那你有跟他提到说你心里有一点不高兴吗？没有，我不想承认这件事。这才是真的受伤害啊！我不想讲。你怕他太得意了，是不是？就让这件事情慢慢离去。刚才看到宝咖好像觉得穿得很过分，对不对？好，那妖怪，我们看下一位啊。好，我们马上来欢迎下一位。我不懂哎，这个哇，哎，这个是可以吗？小姐，你没穿裤子哎，我有穿裤子。你是不是录错集？你是要录泳衣吗？没有，这是你的舞蹈衣服吗？啊，舞蹈衣服，好 over， 这是什么夸张？这是穿泳装粘胶带。这应该是蓝雨风格的吧？飞鱼记吧。因为这是老师他们的衣服，然后因为老师他们比较小只，然后他们给我的时候，我穿起来就是撑开了，有一点紧绷。所以请问他们已经穿过这种衣服跳过舞了，是不是？对，他们还跟我保证说绝对不会崩开，因为它是从下面这样扣的。哦哦，天哪！下面有暗扣，对。那所以你等一下就崩开会从下面崩开。你这个已经是崩到极点了耶。我等一下如果从下面崩开，我就直接翻到这边。是有害怕吗？没有，就是那个比较像欧美的感觉的，就是 Rihanna 他们这样穿的。哦，很会想，对对对。你是不是连头发都变黑啊？因为对啊，我染的。就要整个造型。对。好用心哦，我的妈呀！真的好用心哦。你可以借我们看一下背部吗？好。哇！怎么办？哎呦！我不敢穿这样跳舞哎，真的不是这个，不是跳舞，是你就是穿这样出来就走出来都很。你知道欧美跟 over 只有一线之隔，他跟欧美风跟 over 风。如果是蕾哈娜，不过这个是舞者就单独跳舞就可以穿的衣服吗？我想就像他穿这样子，就是很得体，跟 dirty 是也是一线之隔。对，就是很危险，我觉得有点危险啊。但是他刚才说会碰开子的时候，所有男生都这样，哇，这个。买票买对了，对，这个也是胚胎袜吗？对，因为老外是真的是穿胚胎的厚的那种，像卫生巾。哎呀，那我搞错了，他们胚胎倒是连袖子都是胚胎，真的吗？搞错就算了，没关系。我搞错了，而且小蛮很大胆，它里面是贴 new bra， 你贴 new bra 跳舞。
那个真的随时会飞出去，这不是开玩笑的。好，左外野的请就位，好不好？牛爸会滑掉吗？有可能会流汗啊，会的话就很容易跑掉。它的粘度会减弱，然后你手一举起来，它就有可能啪就撕开来。我不敢穿，它现在已经分开了。所以你说等下舞蹈前半段牛爸就飞开，然后接下来就从底下崩开。真的疯吗？整个就是人肉炸弹。哎呀，有一次就是这样子，哎呀，有一次就是在台上唱红豆的时候，然后就啪两个东西掉下来，然后他就因为夹也夹不住，他就只好把大红豆，然后就一边踢，两只踢，然后就他红豆那时候已经出这种事了。对啊，多惨！你想想看，多惨。所以等一下他可能为了维护自己。就跳舞方面照顾不到那么多吧？你会吗？会为了服装，你会束手束脚的吧？豁出去，豁出去。你舞蹈底子好吗？嗯，算是硬练的。所以不像这几个姐姐是有舞蹈基础的。谁有舞蹈基础？你旁边那个，你有舞蹈基础吗？还有旁边那个。只有哦，就这两个。所以今天在跳舞最少就是小艺跟你嘛。嗯。可是你以前在黑社会有练舞啊？对，但是黑社会是就是硬练的。OK， 所以等一下的舞蹈看起来会是专业的，还是说你只是以肉体取胜？没有没有没有，有专业。好，哪一类的舞？这是性感的 New Jazz。哦 ，OK， 好，辛苦你了，谢谢你，请坐。还有穿更少的吗？没有了，再有我们就要罚钱了吧？没有，他等一下跳完崩开就是最少的。怎么办？小贤一只臭脸。我实在是很好奇，我很用力在笑哎，有用力在笑，用力在笑。所以我不觉得这个一定会打败，我是说纯粹从外形上来讲，因为好像露太多，对不对？嗯，大家会为他捏把冷汗。男生有时候会怕露太多这件事情，除非他的舞蹈是真的很厉害，跟衣服有搭配到。你跟李延景站起来好不好？我要，我可以保持这个位置就好了吗？我看看，我看看。哦，有拼啊！蓝波这样，男生们会选哪位啊？白天还是晚上？没有，我觉得其实男生来讲，我觉得严谨感觉上还是比较大方的，毕竟是时装嘛。对对，而且还会揍人，感觉很有安全感。我觉得如果是网络上他们两个的照片，男生会优先把谁的照片转给朋友看？那当然是小蛮啦，因为他这个真的太奇观了，对，尤其是背面或侧面的时候，真的是很精彩。我尽量不要站到背面跟侧面，他真的很。我们不然题目是这样子，就是这两个女生呢，她们的个人网页的头像就是现在的这个照片哈，所以只能够点进去看其中一个人的，就根据这个头像的照片，你就点进去看的话，你们会优先点李延景的网页进去看的举手，二三，开心的这样子。会点小蛮的举手，哇，举手哎，哇，有拼哦，所以连锦不再是压倒性的胜利。我很开心了，因为他穿成这样子还跟我投票，而且他有一个伏笔，就是说等一下会炸开，你看他有多期待。那个为了要唤起小贤的斗志呢，我们有准备他上次输给小甜甜的片段，要放给大家看，来播出来吧。我搞的哦，所以小仙，你一直都知道这件事情吗？你一直都知道是康永哥的问题吗？因为一开始制作单位说要比跳舞，我就想说认真要跳舞，然后他后来全部跳完之后，然后他就改成说，那就请评审评你们觉得，就是给你们惊喜最多的人。哦，
怎么？那蓝波怎么办？我们今天要给惊喜，还是要？就先在金宝山预定包厢吧。今天这事情交给你了。我觉得应该还是要看他们的态度啦。态度很危险，因为上次就是看小甜甜的态度啊。因为表演态度真的还是看第一。OK。就他的投入度啊，还有散发出来的那个感觉啊，讨喜度啊。我觉得还是要看认真呐。嗯。就参，我觉得表演还是要认真。但认真也算态度之一啊。认真，然后投入感，然后还有给观众的惊喜。Okay. 像小甜甜那个都赢在杀气，用到惊喜两个字啊。小甜甜那个是惊吓，惊吓，还有杀气啊。对，但他真的还蛮有创意的，我觉得他那 ending 加分很多。我们有拍各位练舞的画面，我们来看第一位练舞的画面。从来没有在康熙独自表演舞蹈的小蛮，练习前的心情如何呢？紧张的，因为以前呢都有团员们，然后这次是自己一个人，就是单独开始要就是出来跳舞，所以呢，很紧张，然后希望可以一切顺利，耶，要去练舞。这一次小蛮要表演的是性感的 New Jazz 的舞蹈，所以一开始的动作啊都是在地板上进行，但是这个姿势怎么感觉在睡午觉呢？哎呀，换了个舞蹈动作之后，小蛮似乎已从睡午觉的小懒猫变成个呜呜小野猫了。哇，老师还将招财猫的动作融合在舞蹈里面，好厉害呀！配上音乐之后，小蛮有办法成功跳出小懒猫，不，小野猫，不，哎，招财猫，哎呀，随便。看着小蛮跟老师兴奋成这个样子，我们赶快看看小蛮到底会不会赢。高兴什么东西？好紧张哦，因为老师就是本身蛮嗨的一个人，然后表演完你在排舞的时候，你穿的是低档裤哎，对，低属裤。你今天穿这样，你敢跳那么大的动作？就是因为就是要显得腿很长。哇！不过他好像在练舞的时候就显示出他那个筋拉得很开，是不是？是他筋拉得很开，正因为这样才更紧张啊。没有不，我下楼梯的时候都会。发出的声音，是不是？因为筋太酸了。OK， 不要喝酒。根据前面的讨论，不要喝啤酒，伤筋动骨不要喝啤酒，香蕉也不要吃。哎，是不是？是不是先跳比较可以解放？就是跳完以后就心压力就没了。对，跳完之后就坐在这边看。好，那就先跳了。好，小蛮加油。我不讲话了，你说吧。非常火辣，而且他的舞蹈动作都有到位，没有因为服装的关系而放弃。我觉得派头很大哎，就不再是一个小女孩在跳舞了。对，非常性感，很厉害。果然是有像蕾哈娜他们演唱会的那种规格。因为我就一直那个
叫我自己不要记得我身上的衣服，就会忘记。而且我觉得以前在黑社会看过你的人一定会感动，因为你就是一个像大人在跳舞的样子。谢谢，好感人哦，很好看，很专业。谢谢。怎么办？第一个就这样哦。对，这第一个就这么精彩，而且我觉得最重要是他很棒的地方，他穿成这样，他还敢用力的表现出来。通常人都会害羞，因为他，那我觉得他有那种放手一搏的感觉。对，因为他一动，那个后面那两块就甩来甩去。对呀，是后面蛋，好害羞。因为你们在后面，所以你们看到的是那个部分。我从侧面看到更多。可见他这个真的是有态度，他非常的投入。而且我刚好庆幸我开腿的动作是往康永哥那边，不是我。我刚突然想到，我没有在看了，我在看电视画面。我也在看，真的是很猛。下面靠。你有看到？我有看到，很猛。因为有缝隙。所以你在欣赏舞蹈的同时，心里面一直受到惊吓，因为我很怕他的衣服会炸开啊，这炸开就翻到这。嗯，可是纯粹以舞蹈来讲，你就不是只有在搔首弄姿，你就是很有舞蹈的架。他其实他很多动作是有技巧的，例如说从地上爬起来、弯脚啊，一些举腿。要是你的筋不够开或者腿不够长，其实做起来不好看。我觉得他有先天的条件，他一踢腿的时候就觉得哇太美了，慢慢的起来就觉得哇他身段太好了。对，加上他在服装后面的一些身体的律动，我觉得他整个人就是一个巨星的感觉。哇，中间还有那个转折，突然变得很。真的比较猛烈的，而且我第一次看过表演，所以还要提醒观众要呼吸的，就这一次。真的哎，我不要再讲。小仙，看你脸上，脸上。觉得他实力如何？我觉得他好棒哦，因为真正可以排除那个害羞的感觉。然后像他刚刚躺着拉起来的那个弧度超漂亮。所以他的表演不会像小甜甜那样让你觉得不太爽。不会啦，我现在已经不会了。对啊，我现在连小艺姐都觉得超棒的。这一类的舞是你第一次跳吗？还是以前在别的？算是最性感的第一次这样。以前在黑社会都是跳可爱的舞，是不是？对，就跳一些很幽默的舞蹈。幽默的。所以在教室里面跳的时候，老师对你的表现就已经有。称赞说性感的程度是够的。嗯，因为我们第一次，第一次上课就把舞编完了，然后后面两次是都练习这样，就修一些小动作。通常像比较高的女生跳是，我觉得会比较感觉上不灵活。可是我觉得她这支舞有善用到她的优点，身材，还有就是说，我觉得她做到一点就是说，有些东西是性感的东西，她有老师会要求要摸嘛，对不对？有些人就会觉得尴尬，她要摸不摸，然后手指头会翘起来，像哆啦 A 梦这样子。对对对，哆啦 A 梦没有手指。对，就是你会觉得很怪，我觉得她就没有手指的感觉，没错。所以她有真的去摸，然后真的去感觉到自己很长大了，性感了，所以她才有办法把这个表演表达给观众。很投入，而且她现在很危险，因为她衣服快破。他已经破了，哦，真的耶！肩带已经破了。Oh, that's good. 你看得很开，小蛮。对，我看得很开，因为本来就拿来的时候，我就想说，哦，好小件哦，我真的穿得上去吗？所以你不是那一，你会是那一派在家里会裸体走来走去的人吗？我是哎。哦，所以你本来肉体就看很开啊。对，就我跟，因为家里只有我跟妈妈，然后妈妈也是都这样。妈妈也裸体走来走去吗？你们家好新，没有裸体。很开耶。没有，妈妈有穿就是内裤啊什么的，然后我也是会穿内裤跟比较少，就小背心、小内裤这样。对对对。很习惯母女穿很少走。对，所以只要有油菜按店，你就要赶快穿裤子，然后再去应门。所以妈妈今天如果看到这个打扮，也并不会觉得有什么吓人的。不会，他说只要是健康的心态正常就好。OK， 太好了，很棒的表演，谢谢你。谢谢。我们看下一位舞者练习的片段。小贤这次要表演的是相当有难度的印度舞，光是这个转圈的基本动作，似乎就有点难倒咱们小贤。但是在印度老师的努力指导之下，小贤似乎越跳越好了呢。配上音乐之后，又跳得如何呢？
经过一段时间练习之后，小贤也抓到了印度舞的诀窍，学起动作越来越快速了。看小贤认真练习到满头大汗的样子，真让人忍不住想要过去帮他擦擦汗呢、啊。真是令人期待小贤的印度舞表演，赶快回到现场瞧瞧。看起来非常厉害，厉害，专业。你找了一个很厉害的老师哎，他是印度老师哦，而且他舞姿真的看起来好到位哦。你在哪里找的？这个是在瑜伽教室，然后他们有请外籍老师来教瑜伽，然后印度舞啊等等的。可是瑜伽老师不一定会跳舞吧？这位是专门教印度舞，然后他有教宝莱坞，还有印度传统舞蹈，然后有帮印度的一些明星编过舞这样子。那在台湾？他在台湾工作。嗯，所以他的印度舞是可以教男生也可以教女生的那种。我们班上的学员有男有女都有，所以好像在教学片段当中最常发生就是他转一圈回来的时候是站稳的，可是你转圈回来会稍微晃一下。对，因为印度舞的转圈跟国标完全不一样，就是我那天是刚表演完国标，然后再去就是整个通通都要洗掉，就是归零就对了。对，然后印度舞的重心很下面，然后因为我常常跳舞的时候都会踮脚尖，老说 no toe no toe no toes， 然后我就不要踮脚尖，就是往下沉的，对对对，正好相反。对，然后那个拍子很难记，像印度的歌词啊。Jana gu Jana gu Jana， 哒啦滴哒啦滴哒啦滴，我说哈什么哒啦滴哒啦滴，因为也不知道那歌词什么意思。对，然后没有办法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他的拍子不是那么明确的那种。对，然后这一首歌又是印度非常有名的宝莱坞很红的一首歌，所以我们都背负着很大的压力，因为学员好多人都会跳，跳的都比我们还好。OK， 对，好，那你现在还记得舞步吗？真的古真的，真的不要讲太多话。真的古真的，要想起来，要短线下，又要上场表演了。对，好，加油！加油！这支舞的难度根本就不输国标哎。其实，这支舞蹈啊，真正的精髓是很多印度的手势是有特别规定的，对，像这样子，对，然后还有叉腰，
对，然后还有这个，它都是有意义在的，是吗？而且它好像同时间要做很多事情，对啊，就是你就是拍子很快，而且你都意想不到，接下来转完圈是接这种动作，对，然后它就是像 Jana 鼓，后来问老师是就是那个脚踝的意思，脚鼓的意思，一种。脚踝，然后还有一个动作是美的军歌是耳环哦，所以你要就是秀你的耳环。所以它是在形容一个美人全身的细节吗？还是？嗯，其实它整个歌词，我们的教室的学员的妈妈都会帮忙翻译，然后就寄给大家，但是我没有收到。你从脚踝骨讲到耳环，我还以为你搞清楚整首歌。我会问老师，老师会用他的英文跟我讲，但是因为没有办法整首翻译，但是我觉得很棒，就是很多爱情的成分在这个电影里面。因为连他旋转的时候转到背面对大家，他前面还是好多细节。对呀，在跳最难就是臀部动，头要跟着动。这个我学很难呢，这个我学好久，学好久都不会。所以。应该蘭波很少看到这样的印度舞吧？很少啊，大概只有去国外看一些特别的著名景点才有可能。像例如说，你可能去巴厘岛也会看到类似的一些民族的风。那我觉得真的像小璇讲的一样，太难了。为什么？因为它听拍子的方式不太一样，因为它不是我们善用的语言，所以你变成你要抓那个拍子是很特别的。所以你刚才听那个音乐的拍子的时候，你听得出来一开始很难抓，因为你要一直要变成硬背那个拍子。硬背难，而且所以那个一开始，尤其一开始没有鼓的时候，他很难记，所以他们完全要靠他们的熟悉跟默契度，对，然后再抓这个拍子。然后我觉得最难的是他有很多，就像他刚才讲的大会指定动作，他们很多，因为他们有很多东西不能乱比的，例如说他们有些动作是例如说可能敬天敬地，然后代表自己的敬意，或者有些是像鸟啊，或者有些手势，他不能乱比的，所以他这有很多很多身段跟韵味。那我觉得小贤真的好适合民族风哦，对呀，民族风的东西。放在他身上都好适合。刚才好像踩地的那个用力的程度都超过我想象，因为我也还以为印度舞是轻一点的，结果你们踩地的时候是很强烈的。其实很多人会把印度舞跟肚皮舞混淆，对，但是印度舞是真正 India 的东西，是重心是下面的，棒棒棒，滴答。所以老师是说要一定要这样子。踩出声音，所以我们在开始上课跳舞前跟跳舞后，我们有一个仪式。这个东西是我们要告诉大地之母说我们要跳舞了，然后我们会，可能你会 hurt， 你可能会 pain， 会打扰到你，所以要告诉你一声，然后我们会好好的跳这个舞啊，跳完要跟他说谢谢。哦，就像我们开心的时候要先拜拜是一样的道理。节拍比较。不容易变，是一开始的时候好像还没有音乐的时候，他就要开始自己抓、那個。对，他有点像口白的感觉，他是没有节奏的，所以你完全要变成是口白的概念，然后去背那些动作。可是那些动作又不是你熟悉的语言，就变得难度又更加。所以另外两位老师是要看主角的动作来配合他吗？我觉得最重要是要三个人很熟悉，然后他们有一个默契的速度，然后听得懂。然后他们现在，我觉得他们都用背的，对，把它用，然后彼此有个默契，然后完全不能，完全要很准。就像有时候我们练舞的时候，他不会照音乐，我们就会直接跟着跳，他会要维持一个速度一样，就要比一般的舞蹈加两三倍的练习，这样子才有那个默契。汉典好像有意见要讲哎，是，我好紧张，怎么办？哦，我是张胜峰老师，所以一个专业的舞者看完他这么精彩的表现之后，一定会有一些意见。说，我觉得他这个最难的部分就是他很多动作都不符合人体工学。刚讲过了，对。谢谢你讲的。你刚帮我在灯还没亮的时候，还没下形容小贤的舞蹈的话偷过去。对，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录。怎么会有这种人？下流。但是我跟你讲，小贤他的协调性很好，而且我觉得他的力道，你有个动作很好，就是推的时候。哦。有没有就推？好在哪里？你觉得？好在很有力量，而且就是因为他在推的时候，他脚啊屁股还在扭。哎，你看起来不会很怪。吃起来的感觉是怎么样？有点这个外酥内软，吃起来。为什么？你的词汇很有限，就是顺口啊，看完他的表演就觉得很 smooth。你刚刚讲的这个重点，我觉得很棒。对他这个，所以那个，这个，对，哇，他的汗都飘到这里。对，是那个重点是。里面那只脚顿地的那个声音是不是？对，后面也有一个啊。
这个就是来跳舞，来跳舞，来跳舞这样子。然后每次甩头都要很用力耶。我是个人比较喜欢有力道，所以我通常跳完舞就会变这样，很浪费。而且他刚跳的时候都没有流汗，他一跳完，你看现在汗整个流大飙汗了。是有很好，充满细节的。没有，我觉得其实他就是有小贤，他跳起来感觉上又有柔软度。然后又有优美感，然后但又有冲击，所以它就反差很大，力与美的结合啊。对，你会觉得这个人跳起来就很有冲击感，下次你会吸引下。下一个我可以用哈，力与美的结合，真的，我觉得他这样结，他把，而且他就像他很用心，他很专心，他很想把一个他学到了好的表演呈现给大家，那种专注度啦。今天两个人就这样，对。对啊，今天没有人要来闹哎。不过你是不是有开启了那个你对印度舞的兴趣？因为好像你很适合跳哎。我好像是因为先跳了非洲舞，然后再发现我可以学肚皮舞，然后学肚皮舞发现自己跳晒很黑，我可以跳拉丁，我就去学国标，然后跳了拉丁又发现，哎，我皮肤也很黑，可以跳印度人的舞。对，印度舞其实你在节目之前就已经有学过一阵子了吗？在我之前有半年的时间是没有在工作，所以我就让自己在生气，不是，就是挑战各种舞蹈就对了。就休息的时候我就是练瑜伽，然后当瘦身，然后就才学了这个舞。那你有感觉哪一种舞真的比较容易瘦吗？非洲很容易瘦，然后国标就是拉丁舞也是很，就是重视那个核心这一块。然后我觉得想要瘦的人，其实有氧最快，因为有氧是消脂。肚皮反而不见得，是不是？肚皮很多人会觉得好像要有一点肥肉才好看，可是这样就会给自己借口。要晃起来。对对对，有氧真的瘦很快，因为有氧真的还有拳击，对，很棒的舞蹈，谢谢你，小仙。谢谢。好，我们看下一位舞者练习的状况。宝咖咖这一次要表演的是国标舞中的 salsa， 没有学过 salsa 的宝咖咖一开始从基本舞步学习。扭屁股也是 salsa 的基本功之一，宝咖咖您要认真练习。不愧是科班出身啊，练起舞来真的是相当快呢，已经可以转圈圈了。练完基本动作之后，马上就真正的骚洒动作，火车过山山动动动，宝咖咖你可要认真的钻呢、啊。哇，越钻越开心，宝咖咖你在玩游戏啊？去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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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换学新的动作似乎也难不倒他呢。6、7、8，1、2、3，很好。而且当宝咖咖在练习转圈的时候，老师竟然语出惊人的说：“7、8，1，2，3。”宝咖咖是我知道是那个艺人里面学转圈最快的一个。真的假的？对啊。宝咖咖，您看您开心的呢，屁股翘起来了呢。国标老师给予很高评价的宝咖咖会带来什么样精彩国标舞？赶快看看。可是其实我非常的紧张，因为我从来没有跳过，而且我在练习的时候，我直接把老师直接撞一个，他嘴巴流血。老师称赞你旋转是什么事情？因为他有很多中间有一段就是一直在转圈的部分，然后很脚很复杂，然后就是很乱就对了，就舞步很复杂，对，很复杂。他学超快的啊，因为那个 David 老师有教过我，我练了9个小时还跳不好，真的，你学超快的，我看他好厉害哦。而且也有很多危险度的，在地上对啊，大招就对了，后面。在练习的时候，是不是老师们都很喜欢称赞？学生就是你是我教过最厉害的这个场面话，真的假的？我们当舞蹈老师，从舞者变成舞蹈老师之前，有一个进修班，就是要一直不断的称赞你。哇，你好帅哦！你好帅，就先有这个进修班才能当舞蹈老师。OK。哦，这就是舞蹈老师跟舞者之间的差别。要学习称赞学员，让他学习力更强，这样子。我看起来是很值得期待啊！加油，宝宝。Oye, negra, mira cómo suena esta canción. Si tú quieres, yo te lo puedo bailar. Oye, mira, mira cómo suena el compás. Si quieres, yo te lo bailo, yo te lo puedo bailar. Primero con una pierna y luego con la otra al compás. Si quieres, también te canto, yo te lo puedo bailar.
yo te lo bailo, yo te lo puedo bailar. Oye, negra, mira cómo suena el bongo. Oye, negra, mira cómo suena esta canción. Si tú quieres, yo te lo puedo bailar. Oye, mira, mira cómo suena el compás.谢谢老师，好厉害哦！为什么听到刘小一大叹一口气啊？我好想回家，我也不想也回去过我山顶动人的生活。不行，他那个不是赞叹，他那是哎呀，好厉害，每个都好厉害，很好看这首，真的吗？嗯。中间不会感觉很乱吗？因为我好紧张哦。有一点点，就感觉到你好像快要乱的时候，你又把它抓回来。哦，那就好。最后，刚刚以前是学芭蕾的，是不是？对，但是我没有跳过这个，所以很紧张。看起来还是比较像好女孩在跳。嗯，对对对，是不是？没错，是有芭蕾的。因为其实Sasa要有一点点坏坏的，坏坏的，有点勾人，有一种特别的性感，野的感觉，对，野的感觉，然后有点释放，要放不放那种，要勾引嘛，对不对？互相互动，所以我觉得他就是好学生啊。对，好学生想使坏，但是刚好父母都在，所以我们没那么使坏。这个严谨跳一定很适合，找到第一个跳，我现在没事看到多错了，所以等一下以后我们都骂吧。就看到都很好，突然间好像有点记不太起来自己的舞步，是心脏跳好快。对啊，好可怕。刚才跳的时候，你自己最担心的是什么？就是中间那一套转圈，然后到最后那个特技。就是我觉得转圈跟特技好像都没有问题，主要是你在当中走路的时候，好像没有那个 Sosa 的杀气。没有，因为他很难的是他身体不要动，然后要扭这个，就是上面不能动，要扭臀部。但是因为音乐非常快，然后我真的会来不及扭。对，来不及。对，真的来不及。你今天头发应该要盘起来才对。对，整个盘起来。造型有点点太乖了。国标的话一定梳干净，然后你要很头一定要很正。对，那我觉得今天他的技巧完全很棒，而且他其实那个转圈真的很难。对，然后可是我唯一的就是他可能个性不太适合这个舞蹈，就只有这个问题。他有带进一些阳光跟微风，对，应该出现在潇洒，感觉好像在大安森林公园里面大太阳在那边跳潇洒。对对对。那我觉得其实真的要称赞他，因为上次我跟他来录过一集《康熙》，也是 PK 舞蹈，他输给我，他录完以后就在哭。也是这样吗？我就是因为那次也是，就是第一次来跳舞，对，然后就是对手是小贤，然后就完蛋了，然后输了会哭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学舞学那么久，然后竟然输了。没有，不要这样说，我觉得你是Sosa创造一种新的风格，清新，所以是觉得说怎么会学舞科班出身的人输给了人家临时练的舞？也不是，就是。自责就是没有跳好这样子，因为他好像前一天还跑到国父纪念馆还是什么什么，对对对，因为那是第一次来这边跳舞，所以我觉得他的汗水跟泪水都是累积他舞蹈的一种那个。但今天公平竞争，因为你也是学你没学过舞种，小贤也是第一次挑战印度舞，对，所以我觉得要给他称赞一下。因为我们是每办一次舞蹈比赛就会流失大量的观众，拒看我们节目。你后来有在气吗？还是你不敢再参加舞蹈比赛？没有，当就没有气，哭完就好了。对，哭完就好了。好，所以刚才你听到的评语会让你很担心吗？很担心，还好。可是我觉得我跳得很放哎，是，也蛮很轻盈。就是我很努力的想要做那个这种感觉，就是乖女孩做到尽量做。对，我尽量了。对，好，看看后面的人怎么样，才知道战果。好。我们要看下一位的练舞的状况。一进到舞蹈教室，就看到李彦景正在认真的练习雷鬼的舞蹈，看来应该学得非常顺利吧。但是才练习没多久，李彦景居然就开始抱怨起雷鬼太累，想要换个舞风。少女时代耶！
而且之后不管老师教任何的动作，李彦景似乎都在胡闹。老师您辛苦了。哇，看了李彦杰练习状况，怎么用凶多吉少的感觉，到底跳得如何，就让咱们拭目以待。你在那边耍宝的时候，老师还没有要理你。他不会理我，可是还好，就是一离开摄影机我就开始震惊起来。当时是很希望真的老师就说啊，那我们就练一个轻松的舞蹈嘛，就是想要换一下其他舞风，因为就是我以前是跳比较 jazz 的东西，然后雷鬼是第一次，然后就他，所以刚才练到翻脸是你在脚大腿运动的部分吗？因为他一直要蹲，然后又在那边弯腰，我就觉得好像在跳台中恰恰。我就是会有时候就因为我觉得我做的不好看，我就会生气。那你本来如果可以指定的话，你是想要跳 jazz 是不是？对 ，OK， 这是我比较专长的。可是好像康熙会请你们安排出来，对他就是要我跳完全，而且我很不会记舞步，所以我其实有点。你希望即兴表演就好了，不要照那个舞步走。就是你知道，确实就是比较多那种，就是那种，然后就可以那么，就可以扭个一分半这样。可是要学他不擅长的，对不对？这一集对不对？对。那你下次就选择竹竿舞或者是凌波舞嘛。一表演来回十趟这样子。哦，我觉得他是专长啊。对啊，因为他要一直我下腰，我就一直在那边，我就觉得好像要跳凌波舞。对啊，你下腰很强，刚刚看起来。很累。所以等一下是会有舞者陪你一起。老师会陪我跳。所以你就不能乱跳，一个人就可以乱跳。他前面有配合我，就让我很随性一下。OK， 好。严谨上台喽。To my baby girl with this sexy little attitude. Hot it up because you know, so that's it really rude. Steam it up because you know you got me in the mood. Shine a fall, Estelle. If I was to tell you just how much I need you, would you come tonight? Would you not believe me? Cause a love that easy never turns out right. I'm trying to change the rules. You deserve something good in your life. We waited for far too long, so come get your blessings tonight, baby. Me sitting at the club, popping wine with my crew. Is it Mr. Officer, me not chat to you. Smoke me sexy mania mixed with calabash too. King Selassie clean, no spread no Babylon flu. Kingston, Jamaica, so respect most you. Presidential family, now go tell ya who. If I'm a parasite, the man that 6 feet a poo. Red eye, I'm back mind them to be I'm so. Ragamuffin, I'm to be I'm excellent. On my floor seat, what a major bashment. When I left me turf, I'm to be I'm permanent. And the girl, them love my vibe, call me deadly and silent. Style in a rent, the girl, them love my voice, them love my accent. Kingston 19, long time resident. Schengen can arise, so me represent. Oom!可以播吗？因为它也是一种舞蹈风格嘛，雷鬼本来就是讲求男女之间的那种热火。其实真正他的这个雷鬼其实是真的是比较注重臀部跟下半身，有一些男女生的挑逗。因为你知道在牙买加那时候天气很热，他很容易有那样的情绪。是，所以然后我觉得他，而且他有点让我出乎意料之外。我有点吓一跳，怎么说呢？通常跳雷鬼的没有很少看到那么高的，对，我以为他做这样的 flow 或律动的时候会不稳，就发现他下盘还蛮稳的，对，他在摇摆的时候过程中他不会看到他这样站不稳，他会很稳。就练习片段的时候，他虽然啰里吧嗦，可是他就是有做到。我觉得他应该他有铺梗啊，
他拍戏下有铺一个好像不是很认真的梗，然后我一演出来，哇，挺不错的。对呀、啊，很多心机重的艺人都会这样铺。哦，真的好吗？对啊，天降低敌人的那个戒心。越讲越认真，我跳不好就很糗哎。很厉害，因为刚才有一些动作就是。不是只是耍性感而已啊！你要真的练到应该抽筋。我那时候是因为就是你要下腰，然后你要动胸部，是扶着板子，因为它是这个，对，这个很难。对，这个。然后后面还要一边走一边抖那个。对啊，因为那时候抖到翻白眼了，就一直这样抖啊，就我从来。老师，不要了，老师，这腿是腿泥。老师练的时候会害羞吗？会，我跟老师跳的时候，其实我没有跟他讲我很害羞，但是我在害羞。我说好了，没关系，就这样摆摆 pose， 我知道怎么做。表演的时候我知道，但我不敢。他说你的表情要投入一点。我说我不敢，就因为你知道练舞的时候两个人这样很害羞。因为如果是宝咖跳这支，应该就是会完蛋吧？就是对宝咖咖就。因为好女孩真的好像要走到这一步很难。那我觉得我要跳这场应该是灾难。小白，你刚才看像salsa 或者是雷鬼，你会比较想要跳哪一个吗？嗯，我有跳过 salsa， 嗯，以前有跳过国标，然后我比较想挑战雷鬼。所以刚才你喜欢的是哪一个？雷鬼，我喜欢那个抖腿的部分。哇，你真的长，还有下腰的那里很帅。现在已经会了吗？我现在不知道哎，可以试看看，试看看。你要先把脚打开，然后你要蹲，然后下腰。我可以蹲着。对对对对。然后你下腰，然后你胸部点。可以耶，有机会练。有你有机会，可是你要稳住，胸再上来再上来。有。OK。他真的好害羞。下次可以练雷鬼啊。可以耶。所以小贤也跳过吗？我好想学雷鬼哦。你还没有跳过。你也是觉得很帅是不是？这我真的好喜欢那个下盘的部分吗？耶！他好适合，有了吗？印度人跳雷鬼，因为他跳很适合。服装很重要，他忽然那么神圣的摇起来，我还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呢。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很适合，因为我上网去看一些很多影片。他是黑人，然后都很丰满的，然后就是臀部很会摇，而且那他说现在的雷鬼是走比较节奏会再慢一点，因为以前都是那种 slowly， 那种像电动马达。我有学过雷鬼，有一个比赛就是专门劈腿，然后臀部在地上啪啪棒棒棒棒撞地上的那一种，学不起来。专家会吗？当然会啊，我是你们老师。你会吗？我是肯定会有撞地的，撞地的这样子。上了年纪算了，抽筋了。南部老师会一点点吗？没有，他那个太震撼。这边有人会劈腿到可以屁股碰到地面，龟脸吧？宝咖会啊，宝咖应该可以哦。宝咖可以试，会可以劈啊，会受伤吧？因为他知道臀部要 keep， 你要有点让我。宝咖，你劈腿很容易吗？就可以正劈劈开，是不是？对对，然后劈，就是这样，对对对对对，等一下撑着，然后这样。意思是说舞蹈一在追求性感的新的境界吧，性感跟特技的境界。对啊，这太难了，就是我可以做到你做不到的，我就赢了这样子。其实很少有舞蹈是不性感的，所以一定都能播啊。所有的舞蹈其实都是你知道人跟人之间的那个，其实舞蹈以前是拿来求偶用的。对啊，所以舞蹈他们会注重要就是让你知道我很厉害这样。对，可是你其实很喜欢甩头发，弄得满头满脸都是那个。对，因为这样才有那种。对，你很会这一招啊。因为我之前跳的是那种在地上就是扭扭扭扭，然后是直接是张起来的。对，就是那种比较。不能每次都让你用这一招取胜啊！我觉得这一招很有用哎，你知道跳舞就是要甩头，甩头就一种魅力。真的，甩头发就那种力。对对，你会觉得你融入在其中。那短发这个要怎么甩？他们那个布你要甩掉就对了。你是不是一直在担心？我一直在胃酸。你可以啦，你今天跳完又瘦两公斤了啦。我昨天练，然后我回去称瘦一公斤。今天又会再瘦两公斤。所以请问，
请问那个看参加比赛，你其实不是在管别人吧？应该就是自己。是，他们刚在跳，完全没有在看呢、啊。我就在记自己的舞步，好不好？对啊，强颜欢笑这样。OK。这个是一个僵。如果今天后面的那个成绩不如你期望的话，要记得前面靠腿的部分有赢很多。我知道，因为其实就我今天我的那个得失心没有那么重，因为我觉得他们都。很多都是舞蹈底子很强的，可是我以前是舞痴，就是我完全是不会跳舞的人。Okay. 尤其我们是模特，就走台不就是很震惊？他们都是那种有基础的，我觉得有来跳到我就开心了。魏曼，你那是什么表情？我在想舞，你从那个表情都很不像你耶。对，因为那个我已经觉得我快忘光了，然后我现在很想要。就是等一下会给你时间暖身一下，好了，好不好？好紧张。好，我们来看下一位舞者的练习。平常很少运动的刘小艺，接着挑战非常需要活力的非洲舞，真的有办法应付得来吗？因为刘小艺太少运动啊，老师为避免他受伤，可是带了一整串的热身运动。哎呀，这怎么感觉刘小艺热身完就累了？进入正式练习之后，他又练习得如何呢？经过一段时间练习，哇，刘小艺似乎越跳越有架势了呢。但才练了第一个动作之后的感想却是。接下来动作似乎没有比较简单，但是刘小艺啊还是非常努力的练习，加油！但是再练一练呢，刘小艺还是忍不住发出了怒吼。究竟刘小艺能否成功练成非洲舞？让我们回棚内看下去。讲真的，真的不简单。这个舞蹈感觉跳完肺都要爆了。而且你知道这个舞是我自己选的，我真是疯了。哇，你很想练？我原本以为很简单呢，结果哦，我的妈呀！我是第一次看练习片段，觉得我们节目好过分，就是对呀，好像要把人家弄死的样子。真的，这个舞真的不简单哦。跳完真的很相似。可是记得你的记性好吗？记舞步？我现在一直很怕我忘了，所以我们不要聊太多好了。好，对，我怕太先跳，对不对？对对对，先跳好了。好，加油，请。哇塞，是奇雨吗？应该下雨了才对吧？可是他跳起来有点可爱的感觉。这种舞蹈小贤学过吧？你很累，我觉得好感人哦。我知道他很辛苦，他减肥也很辛苦，然后跳这个就更辛苦。我真的哭了，他太厉害了。
我有点觉得就是那个神都要被你叫出来了。那个教舞的老师啊，露米有讲，他说你就是要把自己献给大地的意思啊，就是拼了命跳就对了，就等于你头抬起来那一秒钟，你就是已经要上升了，就对对对对对，就感谢大地下降甘霖啊什么。所以你每一刻都在想说要撑下去，要撑下去。对，每个人我不能这样倒下去，一定要再来再来再来。因为你节奏不但变快，而且你后来还开始抬脚的时候，我觉得应该很累吧？很累，你看我到现在还在喘。所以要给心理建设，要说我要拼了吗？对啊，就是起码把它跳完嘛，好不好？其实其次就跳完就对了。非洲舞，你蓝波老师觉得重？他其实哈，今天的比赛目前我看下来的话，以音乐性来讲，他是最难的。他最难，因为他拍子太难抓了。对，如果以你们专业的要求的话，你们希望那个抓到拍子应该到什么程度？不是，因为他有拍子不好抓，因为他那种敲击乐的手鼓的东西，他其实有时候自己本身的拍子都不准，所以你完全要听得很熟，然后跟那个，所以他一开始在听那个节奏是对的。其实节奏，我觉得他的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高的，他不像一般有流行音乐，他有个 loop， 他会一直维持一个速度，他很好抓，至少有旋律，对，他会跟着那个说，他很难，他完全要靠，而且他自己连 ending 的时候自己都吓一跳，啊 ending 了，对。对啊，应该神已经到那个。对对对对对，神已经到了，他还没到这样子。因为那个鼓手应该是拍一拍自己停下来，自己也吓到了。真的吓到，因为我还没有蹲下来。对。因为但是我觉得表演哈，其实我觉得表演团长有一种是动感的表演，然后我觉得它是属于感动的表演。是。你会看到哇，跳舞就跳有一种心酸的努力。真的。就有看到。因为部落里面本来有一些女巫，可能就是这种。体力没有那么好的，所以他其余什么就拼了老命在那边。对，练舞的时候看老师放那个就是网络上的给我看，我发现为什么印度人都瘦手脚。对，这一直跳这种会瘦手脚，然后都胖肚子。非洲吗？还是就是非洲啊？我看到那种舞蹈奉献的力量，真的血泪史啊！真的，我连开车都在想舞步，然后刹车一直这样。观众心目中应该都是那个鼓声吧？我昨天练完大概10点多回去啊，然后我到凌晨4、5点，我还想一想，开始想睡而已。一闭眼睛就是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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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觉得我要起来练一下。他有个动作是往内往外，就很符合他的需求。我快吐了，我快吐了，我快吐了，因为最后那几下哇，整个人哇。难怪你练习的时候会发出那种哇。辛苦你了，谢谢你的夏玉。好，我们看下一位舞者。一进到舞蹈教室，就听到了咱们蔡依林小姐的《美人计》。难道魏曼这次挑战的是蔡依林高难度的 Broken 吗？自从上次魏曼跟高山峰共舞之后，我相信没有任何舞蹈可以难得倒她了。练多久？哎呦，他已经把一大半的动作学起来了，很强呢。即使已经练得满头大汗，魏曼还是不浪费一点时间多做休息，让我忍不住想打给高山峰来帮你擦汗啦。看到魏曼练习如此认真的样子，观众们还不赶紧放下您手中的遥控器，来不是上厕所，赶快来看表演。你练舞的时候很有杀气耶。可是真正的老师刚刚就是真正的老师觉得我跳那样还离他的标准108000里。是哦。到最后老师说魏曼骚骚骚。他觉得你太正派了。对，他觉得我跳得太震惊了，太软了。而且就是他们还安排就是两个 dancer 老师，然后 dancer 老师为了要启发我，他说你整场舞呢就是觉得你的脸很贵，甚至比蔡康永还有大 S 还贵。脸很贵。对，就是要架势端得很高，就是因为他有很多就是要端脸的动作，对，我是女王的意思，是不是？要把气势给喷出来。对，所以你有这样心理建设吗？我尽量，他们还叫我喝点酒，我不敢喝。等下转完圈你就吐了。I want your satisfaction. Give me your satisfaction. I need your satisfaction. I want your satisfaction. 1, 2, 3, 4.
是谁的眼神锁定我，只怕咬一口这苹果，城市丛林里爱生物，别当壁画和笔书，被人几点急着爱火，别站在原地没动作，我只泄露一点线索，是谁为爱走钢索。小游戏，你和我在这场戏，超乎想象 fantasy， 爱就是本能的意，陪同我们的 party， get the dance started。架势真的有吗？有很流畅，整个舞蹈好好看，谢谢。很贵，他手的柔软度摆起来好好看，对呀、啊。而且他走路的感觉跟他的气质，他的态度有啦。然后我但是有技巧还可以再磨练一下就可以了。对对，九令，因为九令他好像是长期练那个瑜伽吧，因为我觉得他跳出来算有舞感的，我有看过跳得不好的，就会感觉上很像停看听，有没有？火车来了停，有没有？没有，很像看啊停，然后红绿灯来了，有没有？就有些人跳出来就会觉得好像在指挥交通，我觉得他有舞感的，有舞感。谢谢老师。专家觉得，你在等我问你哦、喔，哇，你好拽哦，你下次可不可以让我先讲？觉得抢光了呀，下一个我讲好不好？下一个我没有下一个，没有下一个，你是专家。没有，其实我觉得刚刚那真的是一个很好看的表演，而且我觉得魏曼他摆的那个 pose 其实角度都很好看。哦，你是说讲过了吧？你是说风水就对，坐姿朝天对。有些人摆起来会有点，你知道会有点，因为其实魏曼来讲身材也是蛮高的。但是我觉得他摆起来那个协调性蛮好看的，就有些人角度摆起来就怪怪的，就是在角度，有角度啊。这是什么东西？红灯，停看停吗？哎呦，我们好像没有要救你。跳上瘾，你再怎么这样也弥补不了你词穷的这个。其实你下次跳完之后让我先讲，可能会好一点。你都力与美的结合，你忘记讲。其实他刚才那一段舞蹈呢，跳起来很有力量，而且那个线条感觉蛮美的。所以就力与美的一个结合。哇塞，乔来宾们个个使出浑身解数，为了胜利可以说是豁出去了。这经过咱们评审团激烈的投票，最后由李严谨跟小贤来争夺冠军，到底谁会获胜？赶快来看。所以印度舞的小贤还有雷鬼的李严谨，哎呀，是一样哦，一定要投，可是只可以投给其中一个人。那十位男生觉得李严谨跳得比较好的举手，一位觉得小贤跳得比较好举手，恭喜。你要去金宝山了，李严谨请坐吧，我一点都不难过，跟他PK 这样子我太开心了，而且你知道龟蕾是我刚刚一直跟他讲说，你知道等一下要举谁了吧？刚刚威胁很久，知道。恐吓票。来，我们把他请到我们的红座位上。等一下，为您可好坐。谢谢你们给我机会，谢谢。很棒哦，你的舞蹈太棒了，谢谢你。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防晒乳我选 KISS 皇家呵护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抓藻植萃，保护我在阳光下延缓肌肤老化，维持青春弹力，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 商品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擦起来清爽不黏腻。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是我的保养日常。你呢？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专属你的 KIS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